怎么了，哥哥？别装了，你分明知道我不是你哥哥。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再也不要理你了。丁晨宇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咱们之间的计划还能实施吗？计划只能提前实施。刚刚短信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记是记住了，但是你就是说让我找人堵你们，然后你美救英雄。现在距离揭发段一杰还差关键性的证据，如果让丁晨宇发现我的失忆是装的，那我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。只有等我让那对狗男女受到应有的惩罚后，我再亲自向他赔罪。诺诺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快走。佳倩啊。嗯。佳倩。别说话，刚才我过来接你的时候，这辆车就一直在别处跟着我们。坐稳了。看来我们甩掉他们了。人去哪儿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没说话。看来我们甩掉他们了。人去哪儿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没说话。让开，我去和他们玩。